Hello， 先来吃一个米肠，这长得丑但好吃。自己调的，刚才拿了个手套，哎呀，好黏啊。配辣白菜，很好吃。是这个三明治，这两个蛋黄看起来太诱人了，想拿出来吃。哎呀，这个绝了，太好吃了。好扎实，再来吃米肠。太好吃了。
他们家麻辣烧真好吃。这是半个蛋黄，我加点水，这个有点太噎了。先吃到这，拜拜。